在长沙望城经开区聚集了大汉控股、盛通、金龙国际三家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企业，要有误差在3个毫米以内啊。这是盛通铝模板安装教学现场，传统的建筑模板是用木头制作，只能重复利用5次，精度用厘米计算，而盛通研发的铝模板精度则是毫米级，可以重复利用上千次。 而且这种铝模板建房不需覆盖也不用吊装，更不会产生以吨来计算的建筑垃圾，是典型的低碳生产。我们的城市建筑垃圾木头的建筑垃圾看不到了，我们的森林覆盖面积会大大的增加。这种绰号“铝行者”的铝合金箱车是盛通集团最为神通广大的大师兄，自重轻、容积大，受到快递物流行业的追捧，已经占领了全国64%的市场份额。 通过向新型的终端产品转型，盛通集团去年的总产值逆势增长15%。